我国电视自民国51年开播到现在，已经有26个年头了，当场构成一部中国电视史。打开中国电视史，哎呦，替身篇。说到中华民国电视史上的替身呢、啊，真是一夜沧桑啊。所谓的替身呢、啊，就是要替大牌艺人当替身。通常武打片里面各位看的很英俊潇洒的大牌艺人，其实都没有自己真的去打，都是替身去接受挨打，所以替身哎呦真是一夜沧桑的。我们来举个示范来说，您看这出戏，民初时代的戏，一个卖唱女被调戏，你看被调戏的多开心呢、啊、哪有戏这样子演的，你应该表现很痛苦一样子，怎么会这么高兴呢？好了，不说这个，话入正题。小麦唱女正被调戏的时候，这时候门口出现了郭英雄，你看，哎呦，郭英雄从大义凛然，你看看进来之后对着三个人，你们这些人怎么会欺负小女孩呢？说着说着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，你看，哎哎，一个大腿多帅呀、啊、这边停，等一下，制作人上了，这时候怎么可以让郭英雄挨揍呢？来，马上换人，马上换人。这时候郭英雄的替身260上了，260好开心啊，演替身多开心啊，又可以演戏了。你看穿着打扮跟郭英雄一样，准备好了之后，好，54321 Q， 哎呦天哪，我的天哪，哎呦，替身多惨呐、啊，好、哦、被拖出去了。好，各位你看郭英雄这时候赶快接位子，倒在地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郭英雄好像这样子，好像被挨揍，其实没有。好，导播喊剪接，预备，54321 Q。 好，这时候这个人上上，郭英雄一脚一踹踢开这个人，正要往前走的时候，没想到后面这个人一开始用嘴，哎，等一下，接。好，郭英雄怎么挨揍？好，来替身260上，替身260上，哎呦260太惨了，哎呦，人已经快挂掉了。好，准备准备准备，54321 Q Q， 哎呦天哪，哎呦替身太惨了。好，剪接，拖出去，哎呦替身又要被拖出去，也太惨了，替身真是可怜了。郭英雄，郭英雄接了，好，郭英雄接戏，好，把帽子拿掉，要连戏，好的，丢在地上，好，准备准备，好，郭英雄被打在地上，好，预备预备，导播喊准备喊54321了，好，预备，54321 Q， 郭英雄一个转身，挂出一个人，漂亮。结果这时候没想到一个人上去，大家一架手反应手，没想到这时候一个人往上砍去，等一下，准备把郭英雄呢换人，260上，好，260又上，260你太惨了，260。郭英雄又下了，哎呀，郭帽子打掉，哎呦太惨了，260被打成这个样子了。好，准备剪接，54321 Q， 哎呦260太惨了，换人，好，郭英雄上，哎呦260快被打昏了，太可怜了，260我同情你。各位你看替身演员拿不了多少钱呢，你看看我们的大牌艺人一点伤都没有，好，一点伤都没有，准备接，准备接，一个狼疮要靠到门后，来，54321接，好，退后，退后，来一架，好，多厉害呀、啊！一脚刮出，这人被刮出出去，这时候一个人跟上去，郭英雄一下手，一个肚子，拿起板凳，身上一打，哎呀，多漂亮！好，各位你看，郭英雄只会打人，不会挨揍，替身帮他挨揍。这一幕英雄救美就做完了，小麦少女好开心，把头贴在郭英雄的肩膀上面蹭啊蹭啊，郭英雄一副不甩的样子，英雄啊要性格。以上这幕戏就演完了，郭英雄没有受伤。我们来看看替身演员260，哎呦也太惨了。当然替身演员260住院了，你看他住院，他的病房，看他的感觉都不像大牌艺人住院的情况，多凄凉啊，没有水果也没有花篮，只有床上的一具木乃伊啊，不不，一个260，多凄凉啊，都没有人来看他。哎，有人敲门，谁说没人来看他？制作人来了，哎，制作人你怎么还带着记者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来探病还是来发新闻照片的？
啊，你是做宣传吗？这干什么？啊，哎，你轻点，哎，轻点，哎，轻点，哎，哎，哎，呵，太惨了吧？哎，你怎么还加入追债人呢？哎呀，嗨，你慢点，啊，拍完了还发个小红包，啊，这怎么啊？哎，你哪我花了？哎，这干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当然还有个武行住医院呢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中国电视史上的替身呢，多可怜呢。你不必给小红包跟小花嘛，你多给点保障可以吧？不过现在差不多了，听说即将成立武术委员会，这下子替身受伤可有劳保了，太伟大了！中国电视史有这么一丁点的进步嘞！天哪，也太慢了。